鸭跟土鸡的差别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是鸭，一个是鸡。四分之五的圆。五分之四啦，什么四分之五？四分之五是什么？一又四分之一啊？也许你会想我深夜里。土鸭跟土鸡的差别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是鸭，一个是鸡。I know， 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你问个头啊？而且我不敢吃莲雾。这为什么？我怕那种咬起来会有声音的水果，像苹果啊、莲雾啊、梨子啊、李子啊。为什么？我会起鸡皮疙瘩。那这个也可以吗？榴莲。哎，可以，我爱吃榴莲。榴莲我是可以的哟。没关系。好，其实我们步骤四五六都先不用看了，我们先看一二三。好好好，你画吧。我画。这是要先铺平啊。四分之五的圆。五分之四啊？什么四分之五？四分之五是什么？一又四分之一啊？对啊，五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是先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先画一个圆。这个好像在那个山上会看到的牛粪，是不是可以给它涂大片一点这样？我跟你讲，哎，sorry， 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刚刚钻空头没有放得很好，但你不用叫吧？好了。两好三坏满球数，你不要使力过头哦。好，轻轻，我轻轻丢，好，轻轻丢。真的好像诈骗。但是我控球能力偏差。我是不是看起来真的？很弱啊，还是我直接为你献唱一首歌好了。好好好，我来做菜，你来唱。嗯 ，Power on，Power on。喂。哇。这感觉不错。也许你会想我深夜里。这不会唱的。你会啊、哦？这不会，这谁歌？杨乃文。我会，你好吃力哦。哎，乃文姐，播一个我会你的歌，他说他希望你可以加油。完蛋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来吧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后面有三，帮他剪指甲，不要玩食物。好吧，我们要缠这个了啦。啊。